怪，妖怪！嗯，你别哭了，快把我们放下来，准备好酒菜，嘿，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，好超度超度。好你个猪八戒呀！啊，闭上你那个臭嘴！你敢取笑我啊？小子们，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！啊，咱们吃饱了再说。哎，放下来！大王啊，猪八戒不好蒸啊！阿弥陀佛，我老猪是皮厚，不好蒸。哎，大王，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。对，把它皮扒了，不剥皮也好蒸，汤滚了就烂了。哎，大王，啊，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。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！小子们，哎，把他先吊起来。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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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多扔几个啊。哎金角大王，金角大王，大圣且慢动手。师祖饶命啊！师祖饶命啊！师祖饶命吧！童儿，谁让你私逃下界，惹此大祸？你那兄弟呢？哎，老官，哎，在这葫芦里呢。哦，师祖，饶了我们吧。那是我承担的葫芦，还有炼金用的石头，被他们偷下界去。大圣，就请还我宝物。哦，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，你该当何罪？是老夫管教不严，罪过呀，罪过。既然你当面认错，那就还给你吧，拿去。哦，这这是俺老孙的。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，也被他们偷下界去。谢师祖。啊，快救你师父去吧。